这是清迈最具人气的一家咖啡餐厅，网红中的网红，很多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。热带雨林的庭院设计，青苔、植被、流水、高树，阳光透过茂密的树叶倾泻而下，光影娑婆交错，几尾锦鲤在水中漫游，潺潺的溪水声不绝于耳，在地面雾气的烘托下宛若仙境一般。凭窗而坐，内看庭院宾客来去，外看青青的田野，远处的流云和飞鸟，